手工虾卷都卖了哦，秋刚的黑卷，来谢谢，来阿妹讲锦航鸡块来，我、哦、这大成跟花花园合作做的哦，非常好吃，一包小七美一百五十七，一百外高，一百外高，来我们接下来，来我们接下来小七和朋友，哦小小莲，来两包卖三百，来锦航鸡块，来三百块我卖光了的来，你只会做爱搞赌潮，你来来超前度，来我们吃鸡块来。哎，赌是安尼啦，赌来赌去的。赌来还有进步。对、嗯。像牙膏不一定啦。来沙发阿五啊，你卖臭嘴干会使？呀，遐茶天会倒。来两包卖五百，两包卖四百，三百变来两百块得两百块，你今日有人追你？没错。两百块来，今日金汤鸡块真的很好吃哦。来两百块多少啦？这个好吃的。OK， 有没来吗？香啊！讲真嘞，这个物件无可能较少卖你，因为真的，一包159块。几号？7月19，搁三个月呢？没有，三个月啊！刚卖三七包啊，无要紧，来三包你两百块了，三包非常的好吃，金汤鸡块，通通给了哦。哦，你要搞要去酱包打功夫呢，没有每次都拿得到，看得到。玩水哦，来三包喽，玩水是不是要穿比基尼啊？他等下就烧酒啊，玩水是要穿比基尼。这样物件，来过一下包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三百过来，一包就二啊三。两包的西亚辣，西亚火腿，得西巴的，来三百块来归一下吧，300块用煎的，用烤的，再送你一包主味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来三百了，来了，来两包一公斤的啊，再送你一包，来归一下吧，300块，最后一位，来三百块。要洗哦，两份吗？来跪一下吧，真的啦，这个不可能那么便宜啊，又漂亮又大块，来300块，够了，没卖掉吗？鲑鱼的下巴，哎、欸，真的很漂亮哎、欸，人家就是耶呢，来300块，一包多少？一包多少？请你鲑鱼下巴，3包卖你500，告诉我300块，给对钱给对哈，猪皮手头价，对了哈，好谢谢。二阿古来，你可不可以爱加上来给你？赶快讲。鱿鱼圈都可以啊，多利啊，多利，一包一公斤200块啊，很多。外公这多利没有很多，没有很多，怎么好吃？卖完就结束了。来，这人买一包得，那恁买伤济哦，因为买伤济哦，你得吃一行比较吃不来礼拜，你买较济行的，啊，一行买快买快，安尼才当吃到新的物件。这人一包买200块，来一包五万，100块来，这免讲啊济，这无饲无富无肥，安怎煮都有先啊？100块尔，100块多利两只呢，两只接收下来，下一行来多利都卖掉了。啊，这箱是啥物话？他们是鱼呢，传说中的炸鱼卵。哎，蛋蛋鱼啦，外公，但是伊是好朋友哦，伊还没五星呢。中秋节还没到啦。他没有蛋哦，他没有蛋，他是没有蛋的蛋蛋鱼，哦，简称香公鱼，柳叶鱼的，柳叶鱼的。这个是真的在吃霸鸡的，真正在吃霸鸡的。来，我们接下来能霸货啊，200块的，有愿意买能霸的。它的肉其实很鲜甜哦，这不能哦，不能哦。这个青小五共鬼啊，99.9%都是无蛋的。哎，啊，顶礼拜是99%都是有蛋的哦，啊，所以今天卖恁较少的，一半卖恁能霸，一半卖卖多少三元哦，来能霸过来，200块来，我你等于吃欢喜。来柳叶鱼两百，好来。来两百，有人要吃柳叶鱼吗？然后需要去帮他搞搞。两百，好来柳叶鱼，真真正正的好吃。来两百，好来柳叶鱼。还有人要吃吗？来两百，要求这只大盘，卖你200块，无人要金钱哦。虽然伊无两，你干脆当个客官吃安两面啊 ，OK 啊。来200块，好来。我当做鱼盘卖你好不好？一盘200块。一罐200做小孩，无人要饮钱，进两三四五个人去争争竞竞，这盲台呢？有规尾咧争争竞竞，规尾咧波导挂规拢会使吃，这人就一罐，唔免300。哎，博宏，是你吗？对啊。来200，百九、百八、百五，唔免，这人一罐100好。老师啊，这100块，这只比鱼波较俗。来100块来，柳叶鱼。100好。100块来。一个咩啊？甲阮台北的好朋友要搞汤料啊！加食我阿五元，较接落来咱高雄佚佗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搁送一只哩。再送，再送。再来一只，敢那独当生来，我不爱卖五个啊！一箱哦，你四个人的买落，来100块来，送好。今天没有很热啊。哦，今天没有很热。哎，今天吃超过2斤啊！今天没有很热。真正比鱼波较俗来，100块来。100块啦，真真季节，哦，过条啦。
来，柳叶鱼100块。哦，哎，这个比什么东西还要好吃。来，100块，来100块，你真真拒绝多少啊？来100块，最后两盘都有了哦。一盘卖100块，哎呀，阿个咧困啊，厉害啊！对，阿你分食了，钱咪给出来开卡，你刷呢？来100块拢有啊，哈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100块上少，你别来抓惊着。来，阿个要食鱿鱼圈，来1包1公斤，买200，好不好？要八九，要八八，等于做3杯聚集的拢好食。一包唔免200块，800块，来100块得，100块鱿鱼圈，1人1包，回去炒3杯。100块拢有啊，煮海参梅。一百拢装咩的啊？来，阿无食这椒麻鱿鱼，最快的上最热情的。伯母你要什么？开始要金口的。伯母他1个月啊，1个月未来，所以物件食得差不多。来，我要借来2家300块椒麻鱿鱼，就不用煮了。他不会辣，虽然他叫椒麻鱿鱼，但是袂嫌真正足香的。是啊。4家600，4家500，4家800，本来300块就一杯椒麻鱿鱼，来300块就好，椒麻鱿鱼不要价。解冻之后把它切成1块1块，不会辣，它是椒麻的香味，不是辣味，真的很下酒又下饭。这一次再请你椒麻鱿鱼300块，来300块都准备了，安尼的5家7啊5卖你300，啊无去吃个两顿，来6只给你，给你吃爽快。来椒麻鱿鱼300块，都有人要吃无？椒麻鱿鱼6只哦，不是3只哦，不是4只哦，是6只给你哦。来300块椒麻鱿鱼，都有人要吃无？这个真的很下饭下酒，来300块拢准备了呗，椒麻鱿鱼通通有了哦。来，你别问啦，你别被小气了，不小气了。好了，钱拎出来，好了，别等你厝大家看啦。对啊。来，椒麻鱿鱼300块好食，好食。你刚刚看米金的就知影，迄椒麻鱿鱼好食。鲑鱼啊。哎，有啊，阿你300先交出来，我摕鲑鱼你看下。鲑鱼吧。这好食，配饭配酒拢会使。无计，无紧啊，无计，叫你等去看到啊。你安尼食过，阮比金要包好啊。你刷单去行。哎呦，比金要请客出来，水枪。椒麻鱿鱼。Hello。要抓两斤啊。你在送鼠？来鲑鱼来。你在送鼠需要刮痧吗？阿美女来。需要刮痧吗？来有四毛膏。来300、600，来500块，就一个人可以食鲑鱼来。我问你的鲑鱼吃完了吗？还没有。来500块4袋哦，你要收这1袋200嘛，讲会贵啊。这4袋卖800，卖500，啊无今日搁欠你了嘛。来500块，5袋哦，你真来鲑鱼，500块，通通买到了吼。啊，咱2袋400块而已啊。我一半卖你600，一半卖你700，来500块，招一个人加只来鲑鱼，鲑鱼500块来。鲑鱼500块，个人要食鲑鱼的动作快哦。哦，我很会刮痧哦。5袋，不是2袋，3袋，5片给你，不要再怀疑了。来500块，有够水。3袋4袋来5袋哦，你总共刮掉没？鲑鱼只有一个客人吗？我都用来500块，赶快哦！最后一位，鲑鱼500块，哦，真正给他碎了，你看，来500块，来最后一个客人，鲑鱼都买到了啊！来，谢谢，来，铁路猪排，哦，我的招牌来啊！我不管多少人吃啊，大家都最爱买我的铁路猪排，因为好吃，我又卖得很便宜，啊，不，这一个你也真好，40块。哦，这你恁食排骨饭，迄块排骨啊，来要煎200块外块，来2袋哦，你来3袋哦，你来铁路猪排，到人要煎4袋、5袋，多200，6袋哦，你7袋哦，你8袋哦，你来200块招一个咧，铁路猪排8片200块买卖，啊无9袋好无？啊无到10袋来200，招一个人给铁路猪排，真的好吃，用煎的就好了，来帅哥要哦，这铁路猪排好吃啊，你要真正的配饭啊，来200块铁路猪排，来4袋。来6袋，我不会。来7袋、8袋、9袋、10袋，来200块，200块的铁路猪排，不要没肩膀。我有职业道德。快喜欢铁路猪排的动作，快来。刮痧就刮痧。6袋来7袋。另外一件事是另外一件事。7袋来8袋，来9袋来10袋来200，够人要吃铁路猪排，赶紧200块对了哈。来好，阿古来准备爱上。9班。小哥啊，就是头球就是小哥啊。贵的。有宝贝不？水宝。基本就超过200块啊，变贵啊！来，我要吃中包前锋，中包前三，来1000块来，一个人加价都加拢合理啊！真的很漂亮哦，今下都宝贵哦，都水哦！来1000，来一盘拢了了，一盘拢了了，一盘包包你来，然后收只宝贵的。最后你台北有面子啊，你若看到台北看大尾最好。你做咩？平达港高雄，差不多4点钟的车程。4点钟是爱200。开200到我多4点钟，哦，来，你也开100，他开6点钟，
来，我唔要新的啦，来啦，蒜香里脊啦，蒜香里脊猪排。我要砂锅鱼来，砂锅鱼我来，龟壳啊，龟壳啊。啊，你无白帮，你唔知对一项，你唔着搞帮，你唔着搞问，你说你啊帮帮会出来啊？你做这么着去啊？来，有要吃蛋啊？哦，两斤蛋嘞，一克爱卖偌济？你啊白多？砂锅鱼，你啊五多？啥物吃？龟壳你炸对？加了就好了，五月十五啊。五月十五，全部一个月，今年买一克啊，这两天煮煮食食无问题。一克啊，唔免二啊五两百咯，两百过来砂锅鱼，通通有啦。我卖只四克啊，得，我大家买对，大家听有方便。一克啊，唔免两百百块，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来砂锅鱼来，两斤单，一百块拢话吼，哦，无人在电话讲话，这一百块袂晓买。来好，谢谢，唔客气，客气就好。这七八块唔蛮多人抢啊！哎，不然我就进修来。来，阿哥要讲哪个？哦，有啊，我来厚片，厚片猪排，厚片鸡排，不是猪排，这是鸡排。脆皮鸡排，厚片猪排，不是啊，是他的好朋友鸡排。阿胡啊，我想我厚片猪排，因为我帮我们刀哥，哎，伊刚破破了，伊刷咧破破。炫耀，炫耀。有咩接下来？炫耀呢？来四条哩。接着炫耀，来六条哩，八百块，唔免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来，脆皮鸡排这么古老，啊，它是预炸过而已，它还是生的哦，来这个是青哦，所以你也要气炸锅，赶快温度，赶快来正常哦，来十条哩，两百块哩买无十个啊，来两百块来脆，厚片脆皮鸡排，不要笑，来个上两条哩，十二条，你吃完一来。厚片鸡排，你唔挂头前，你是要海堆咧？哦，来两百块来，来六地，来八地，来十地，你是做爱这边的人客呢？你行这边，顶个摆起来真爽的款哦。哦，阿无你等下，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来，厚片鸡排对了哈、哦，不是猪排，是鸡排。哎，鸡跟猪是不一样，某通用的。来，哎，大哥，你两块爱上，你来去啊，大哥给那个点点啊，你看。来，阿哥要吃，阿哥你也可以点几个，吃你那边多少钱？薯条比较贵。麻辣鸭呀。哦，来。麻辣鱼蛋。都没有动到嘞。没关系啊，刚来啊，让他热身一下嘛。来，我要吃麻辣鱼蛋，来锅的，五块，五十五块，怎么煮？不用煮了，你加热就好吃了。一包我的，我小七在卖的，冷包哦，三包、四包哦，冷包哦，小七头一百块哦，都一百块了。一包我请你，五包哦，麻辣鱼蛋一百块来。一百块，应该吃起来啦。这两包的一百块，百啦，一百来三包、四包，来麻辣鱼蛋，五包给你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对了哈。麻辣鱼蛋，来，谢谢。哦，阿哥别爱上，不要听这部分。哦，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处理酸痛，我真的是专门。哇，麻油鸡呢？我不帮你按，我不帮你按。喂，我教你怎么用工具自己按。哇，你快了解这呢？我教你怎么用工具自己按。哦，哇，真的很多。按我这是鸡肉，这是鸡肉，非常好吃。来，一包百二，两包你要起来，两百块的，两百块来，这样管两包麻油鸡等于煮。来，两百的麻油鸡，两百块，我就加单了。阿伯阿叻，甲变变了。哎，这个没有时间的限制，这个到明年呢，到明年，两包多少公斤？到明年。麻油鸡袂难要吃，做方便，你给它加热就好了。来，两包。两包，麻油鸡两包，两包一公斤百五来，一百块的，一百块来，给大家试吃。麻油鸡汤来，一百块，一百块。这个我帮你们拿回去试。我没玩的，我那边还有，我那里还有一点点面线，喜欢的赶快来。我有一点点面线，赶快来呢。我有一点点，我只有一箱哦，今天只有一箱，卖完就没有了。我有你要吗？再试试看吗？麻油鸡汤，一百块。你尾鱼要一份哦，好。两包一百。雅欣，你尾鱼要一份哦。亚新你啊，你别喂鱼就结婚。亚新你免欢呼啊，你紧来啊。哎呀，你欢呼无效啦。你免欢呼啊，因为阿虎阿伯替你讲啊。对啊。来，白带鱼更来，白带鱼卷更好，咩只？两百块的，一包就百二啊。来，两百的，两包你来，两包就一斤啊。百五的，两包，三包两百的。酸痛是哪边？白带鱼卷嘛。来，两百块来。酸痛有很多地方啊。两百块拢装咩俩？白带鱼卷。肩颈啊，背啊，腰啊。这真正的中胖啊嘞，这是餐厅的名，还是餐厅的名菜呢？啊，恁两百块呢？两百块。
一包八卷，三包二十四卷，卖你两百，袂当吃。头家要来唔来啊？来个送你八卷，总共三十二卷，两百块。快起来，两百块给我，赶快。两百二，白带一卷，安尼袂甘变，白带一卷，青菜啊，来啦，要吃白带卷的两百块来，四包啊，你送啊，这条钱咧卖你。公斤呢，进两包的两百可以啊，七包哥，你七包哥请来，大哥这不错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来，两百块白带一卷，做蓝宝贝的宝，用这个得，用这个得。来，两百，唔贪唔贪，看你爱不要，七大哥来，七大哥便宜，用这个得。来，两百，两百块来，我一看就知哦，这无啥在用七大哥。来，两百块来，来，哎呀，这卡咧做表工感官艺术了。对啊，白带一卷。来，布莱尔来哦，你布莱尔哥来啊。麻油鸡、白大哥，贵嘞！白大哥要麻油鸡粉哦。来，这样两百公克，三盒刚好一斤，一斤哦，爱卖你四啊五，这一斤人起码卖四啊八啊，这三克多一斤我卖你四啊五，卖你四百，这青哦，青不啦都要挣两百块买。来，唔免开五百，免开四啊五四百，来三百块，叫姐妹来不啦？青不啦？青不啦？来三百，真正袂晓买哦，这一克一百你无得买呢。啊，一斤三百，你唔敢金钱，还无一斤还佫三百。来三百块，两个人加买了。来布莱尔三百块，对了吼。来，赶快亚星今天也要布莱尔哦吼。来，你叫老公加三百钱出来，你要钱就对。来尾鱼肚来。这是尾鱼肚吗？尾鱼肚呢？哇，做好呢，真爱有点多。尾鱼下巴还是肚？下巴。但是看起来很像肚哎。下巴啊。对啊，我送这下巴没了。两摊不一样的啦，来来开五百块，两摊不一样，不要乱来。来五百块，两摊不一样。尾鱼下巴，来五百，开始多几箱嘞，好啦。来五百，尾鱼下巴五百块。对，真对香做好吃。来五百，五百不然要金钱哦，来一包给我。来五百块尾鱼下巴，来五百块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有桌面这里而已。哦，你可无买，我嘛无下巴人卖你呐。来五百块，少一个人给尾鱼的下巴。一大只的啦，大只的切啦，所以才要等。来五百块，台湾大姐搞旁边哦。来五百块，安尼我阿无送煞袂使呢。来五百都来，一包个送。来五百块，五百块尾鱼下巴。最有钱都买不到我一下巴这么便宜啊！我爸说，干脆来，你上海买买来，给你。我爸都有了，三个客人而已，用这样真正的三块五千块做起来。谢谢。来，最后一个，我一下巴，我爸后来，最后一个了，没有了，我一下巴，我爸说没了啦。哇，有。春节了，阿姐便宜就无啦。来，我买冰糕了，阿姐。来来来，冰糕都买一百块来，阿恁坐人搁一百块就对了。对啊，你记着吃啊！啊，这么好，白配个。无，吃拢记着个。啊，无，来，金亨鸡块，唔免三百，来两百块来金亨鸡块。一包就159了，两包318。7月19号，三个月吃不完，忙买。来两百块，我得200块鸡块，两包一公斤，卖200块，袂当吃。两个人给吃啊，来200块得。一包个炸的。来三包两包的，200块来，1500公克，金亨鸡块三包200块，把给阿姐多来呢，哎，我也会习惯些。来，阿哥别讲啦，谢谢。来，算你来，哇，你别陈阿姨哦。来，陈阿姨加卤了来吧，飞机咩？来，有水无？无大地，但是大地拢吃到。四地话这四地卖600，来有要吃蒜泥500块，一个要多鳕鱼500块啦，500块不然要金枪啊。四地五百，四地五百，还佫高落啊，头家有要来无？无佫送一地五条，500块好。无带兵哦，无带兵佫加一地，来六地哦你，500块来，一地蒜泥剩无100块。来500块鳕鱼都有了哈，好谢谢你们，来喜欢再买，喜欢再买。太好了，好啦，今仔乌龙的俩，今仔无乌龙的。来，有要吃陈阿姨，卖买一千，卖买800，来500块都。这你要算你的啦。好啦好，我带个客家来，尾鱼500块，这两片就400了。来，要吃尾鱼的500块来，500块尾鱼，来500块来。我原来小姐你在等尾鱼哦，你不早点讲。好了，先化解老客人哈。来500块，有几个要吃陈阿姨的？一个尔，来，我记得个客队来500块。陈阿姨国语就是尾鱼。好，你这就算有这样得，来500块得，500块，拢准备了，我一个要啊。两个。
不散了没？来了来了，来五百了，这饼完来五百块，来一人三四个人给买了，来尾鱼500块，一人一份，五百块，最后三个人给陈阿姨买五百，拢讲买了未？五百块来，赶快来，五百块陈阿姨，来买五百块，进来进来，动作快，最后两位，尾鱼500块。亚新来，他讲嘛，来五百块来。亚新，你大家讲。来，陈阿姨买五百。亚新，你买完了，我今日陈阿姨哦，我两个来接来。来五百，最后一个，陈阿姨五百块来。我亚新逐摆来，拢烦恼伊买袂到，我今日再过来接来。最后一个，陈阿姨阿伯买个，你要两只啊？亚新，你要两只啊？可以。